几个？面完最后一位就可以下班了。啊，加油！各位老师好，我叫吴静芳。吴静芳，嗯。 吴静芳是您本人？是，是我。怎么会招这么大年纪的人？我们的招聘启事上忘记写限制年龄了。吴女士，您好，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吴静芳，本地人，今年60岁，我负责过家里两套房子的装修，目标是做一名家装设计师。负责过两套房子的装修。 那是怎么个负责法呢？我会跟设计师沟通，在设计方案上融入我自己的想法，在整个施工的阶段呢，我也跟进了全程。装修过程中，绝大多数业主都会向你这样全程跟进，图纸你没有设计，施工你没有参与，怎么能说你负责两套房子的装修呢？沟通。 后勤、选材、监工，我都亲自参与了，这还不叫负责吗？这当然算，您能做到这些，已经比很多的业主要厉害了。但是我看您的职场经历几乎为零，方便问一下，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年轻的时候帮着丈夫做皮革生意，后来生意稳定了，我就回归家庭了，负责家里人的衣食住行。 那您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年龄选择到我们公司来应聘实习生呢？我渴望有一份真正的工作，渴望不依附任何人而能独立生活。不瞒你们说，在到这儿来之前呢，我也找了很多工作，他们都会说我在这个年纪再来找工作实在是太晚了。直到我看到贵公司的招聘计划，上面是这样写的。 面向全社会招纳热爱并想要学习设计的朋友，没有专业要求，没有年龄要求，于是我看到了希望。嗯，挺好，挺好。那您出来工作，您的家里人知道吗？您这个年纪，恐怕您的儿女不会同意您出来工作吧？他们挺支持我的。我换个说法吧，比如说我们录取了你。 你觉得你跟外边那些年轻人相比，你有什么优势？我知道我不可能有年轻人这么多的选择机会，所以我觉得我会比他们更渴望得到这份工作。相应的呢，我也会付出更多的努力、诚意和耐心。还有呢，我就是对这一行啊有足够的好奇心。行，谢谢您的回答。
来吧，各位，说说有没有心仪的？赵雪啊，徐媛呢，张正辉啊，这三个，无论从专业和性格，都挺出挑的。赵雪吧，小姑娘很会来事儿。我选赵雪和张正辉。哎，你们就没有人觉得这个吴静芳也不错吗？吴阿姨是挺有意思的，我投一票。我觉得可以给老年人一个机会，我跟票。好，算上我。那么现在赵雪是4票，张振辉是3票，吴静芳是3票。但是我们只有2个名额，那我们再做一下最后的选择。我选张振辉，这里又不是养老院。吴静芳。吴静芳。综合考虑，张正辉还是平票。那这样，宁缺毋滥，先给赵雪发 offer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来力通应聘实习生，吴阿姨，你胆子真挺大的。我还希望自己胆子能更大点呢。小江，你给我透露透露，我能被录取吗？先是租了我家房子，然后又来我公司应聘，这真挺荒谬的，我想不通。这有啥想不通的呀？说明我们俩有缘分呀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我们俩是注定要住在一起的。你不用出去租房子，我呢还可以省一半的房租，咱们这叫双赢。可以考虑考虑。哟，我到你这来呀，就没见过别人。你是不是不会做生意？你是不是不会说话呀？哎，甜甜，哎呀！可算见着你人了！你看啊，我们家老陈早就跟我说了，你回来了，天天忙什么呢？人影都见不着。哎呦，越长越漂亮了，在北京谈男朋友了吧？嗯。阿姨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哎呀，你看我这记性啊！我不是找你的，你们家不是来了个租客吗？哎，居委会让登记一下啊。哎，是你吧？哎呀，我总算见着真人了。我都来了好几回了，回回你都不在家。哎，走进屋去填个表吧。啊，走。哎，你爸身体怎么样？啊，还在吴江做厨师呢。还在吴江呢，挺好的。挺好有多好啊？要我说呀，你还是得把你爸从吴江接回来啊。那么大岁数了，还是得跟自己的子女在一起待着才好。啊，哎，你说你爸哈，怎么就突然把这房子就给租出去了呢？嗯，甜甜，你跟阿姨说，阿姨不跟别人说。就你们家那个租客，是不是你爸找的后老伴儿啊？啊，不可能的事儿。田阿姨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哎。
不就是问问吗？生什么气呢你？这孩子，来，好了，挺好了。哎，看看，嗯，哟，你跟我一样大岁数啊？哎呦，嗨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，还一个人出来租房子住，那你们家孩子能放心吗？哎，这个怎么没填啊？这个，不知道该怎么填，可以不填吗？哎呦喂，你这结婚就是结婚了，没结婚就是没结婚，那有什么不方便吗？你是不是，怕甜甜在旁边吧？嘿，这老姜还说啊是租客。哎呀，你要是结婚了呢，啊，我就给你填结婚。哎，你们是不是领证了啊？你要是领证了呢，还是你们两个就这么在一起过？丁阿姨，我都听见了啊，他跟我爸没有任何关系。对，我跟老姜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只是他的租客，因为我不太方便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填。哎呦喂！你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啊，老姜的老婆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，我们大家伙都希望他能找个老伴儿。你们两个在一起哈，要是领了证，我就给你们填上已婚；要是没有领证，我就给你填未婚。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？啊，这，哎，就这么简单的事儿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填？那你是不是背着老姜还有一个家呀？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跟我老公离婚还在冷静期，所以我不知道该填什么。这下你听懂了没？丁阿姨，你还有事吗？没事了。小江，多关心你爸。就没见过这么八卦的人。小江，我晚上做鱼汤面，给你带一碗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叫外卖了。外卖不健康，我就多煮点面啊，一起吃。吴阿姨，嗯，我们认识也就不到一星期，没那么熟，所以你以后想吃什么、想干什么，也不用跟我分享。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节奏，不想被别人打破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好，那我就自己吃自己的了。居委会都把她当成我爸女朋友了，太荒唐了，真的。我得赶紧让她搬出去。实在不行啊，你就自己搬出去，自己找个房子。别逗了，我在北京租房子就算了，我回到家还要租房子，哥你乐意吗？那你没办法呀，谁让你们之间有租房合同呢？哎，小田啊，我觉得你这是在跟老太太较劲，还是在跟你爸较劲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千万别这么倔，因为你这么下去，大家都不舒服。我倔？你就是这么看我的？不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是。早点睡吧，我挂了。喂，甜甜。进来。小江，你还没告诉我，我今天面试结果怎么样啊？吴阿姨，你觉得哪个公司会用一个60岁而且毫无相关经验的人呢？可是我觉得除了你之外，其他人对我都挺感兴趣的呀。可能是因为你够独特吧。这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？
看看明天太阳会不会从西边出来了。你睡了。什么案子非得找我？客户指定要您。什么客户指定？助手干嘛去的？这文得得。这没办法。我十个案子。行了行了行了。客户在那里。你好你好。经理。啊，江田，有事吗？经理，我来报道已经两天了，就没有什么工作安排吗？着急了。我毕竟也是个主案设计师，总不能这么一直闲着吧？我知道你从北京来的，闲不住。但是咱们这分公司不比总公司的，咱业务没那么繁忙。你正好趁这个机会休息休息，不挺好的吗？刘经理，我不是回来度假的，还是说，总公司只是想让我挂个职而已？你可别这么想，对吧？再说我也不能让北京来的人才就这么浪费了。放心吧，啊，时机到了，我会给你安排工作的。嗯。都停一下手里的工作，来一下啊！来，大家都停一下。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赵雪。大家好，很高兴跟大家成为同事。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点小礼物，希望大家不要嫌弃。胡工，赵雪，你来带啊。行。哎，胡老师。哟，还有我的呢。嗯，欢迎加入啊。好好干啊！好。这次我们公司呢，一共招了两位实习生，还有一位马上就要到了。两位吗？嗯。你好，女士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我是吴静芳，我是来上班的。上班？嗯。上班。哎呦，吴阿姨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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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吴静芳，吴阿姨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吴女士你好，我是一和力通设计的人事，昨天我们见过面的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恭喜您被我们公司录取了，录取通知书已经发到您邮箱了。啊，今天过来报道方便吗？啊，方便，方便，方便。哎，那好嘞，我们一会儿见。哎，好的。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公司为什么要招收一个60岁的实习生？
咱们这个零计划的初衷啊，就是面向全社会，招收那些喜欢我们这个设计专业的人才。我们不论性别，也不论年龄。我觉得吴阿姨到了这个年纪还在追求她喜欢做的事，我们应该给她这个机会。而且我相信吴阿姨的故事一定能够激励在座的每一位。吴阿姨，欢迎您的到来。谢谢。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一和力通的一名实习生。别看我这个年纪了，但是在室内设计方面呢，我还是一个小学生，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吴阿姨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江田，吴阿姨，以后她由你来带。不是说好只招赵雪一个人吗？怎么还有吴静芳？为什么还要让我来带她？你不是说你最近没事干闲吗？那趁这个时间带带实习生不挺好的？那基础不好，你费点心啊。经理，你应该非常清楚，培养一个像吴静芳这样条件的实习生，我需要付出多少精力跟时间，请你给我一个带吴静芳的理由。吴奶奶，吴阿姨，这是送给您的小礼物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你稍等。来看看看。哦。哇，好可爱啊。谢谢吴阿姨。不客气。哎，吴阿姨，如果您缺什么办公用品，可以去人事办公室领哈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嗯。我知道你要想让他学会设计堪比登天，但说实话，我真的没想让你教会他设计，你不用那么紧张。什么意思？咱们公司这个短视频的流量不是一直上不去吗？我想拿它做做营销，到时候你配合一下，教他一些基础的就行。你拿他当工具人？除了咱们，谁还能给他这样的工作机会？互惠互利的事情，没必要那么大惊小怪的。这边，所以等到时候利用完了，实习期一到，你想让他怎么办？江工，这就不是你该管的事儿。你呢，如果想在这儿踏踏实实待满一年，然后回北京，你就听我的，我为你好。吴阿姨，您的牌反了。脸往左边一点点。哎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完美。吴阿姨，您太上相了。那我上班去了哈。好，去吧。刚人事小姑娘给我拍工作照了，说是要放在公司的工作号上。赵雪拍了吗？没有，都成吉祥物了还不知道。江老师，我今天该做什么呀？不要叫我江老师，不行。那跟家里一样叫小江，叫我江工就好了。江工，我今天的工作是什么都不需要干，安静的待着。那看赵雪都已经忙起来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发几套图，你能收到以后逐个分析一下这些房屋的特点，然后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。
啊，酒都倒上了啊，来，我们举第一杯。第一杯呢，欢迎新同事到我们的公司来啊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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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小赵，这你就不行了。我不太会喝酒。小文，我今天晚上可能会喝，明天晚上来接我啊。酒这个东西是练出来的，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人小姑娘不会喝酒，别为难人家，我帮你喝。哟，老吴可以啊。哟，老吴啊，看来我没有招错你，以后公司有应酬我得带着。来，我再跟你喝一个，哎，欢迎你啊。谢谢刘经理。好酒量，来，吴阿姨，别客气啊！出来60岁了，分享一下保持年轻的秘诀呗。回头思量。公司聚餐，好想逃。教你个办法，你把他们当成小动物，就不会觉得烦了。愉快啊，真好吃。哎，这个好吃，这个是吗？是这个。来来来来来，干杯！来干杯，干一个，干一个。真公，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没有，我去上个洗手间。你这瞧我冷，刘经理啊。我应该先敬您一杯，这段时间多谢您照顾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我照顾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这段时间业务还不错。那我以后继续努力，我干您随意。哎，如果以后你一直业务都这么好，我可以一直照顾你。哎，刘经理，那个我想问一下。这个江田是怎么凭空到我们公司来做专案的？什么叫凭空？那是被贬来的。行行行，去去去。啊？没事，喝酒喝酒。这个江田是被贬下来的。被贬了？什么贬？经理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哎，其实也没什么。人家江田也没做错什么，你说咱们这一行对吧，吃点材料上的这个回扣算是潜规则吧，啊，但是江田把这个事儿告诉人家业主了，那业主肯定就找老总去闹啊，这一闹老总没面子，那只能把江田先发到我们分公司来做主案了，就这么回事儿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我觉得他这么做没什么错呀，因为。没良心的钱是不能要。江工，您回来了。哟，哎，江田，来来来，正好你回来了，来，第二杯啊，来给我倒上。咱们这一杯啊，不仅只欢迎我们的实习生，也欢迎江田到我们的公司来。来来来，希望江田给我们公司带来更好的业绩。来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江工，欢迎欢迎。谢谢刘经理。江工。敬敬我呀，我这个经理，你们都该敬敬我，你们这也太不像话了。是经理，你管着我就行了。来，江总，我也敬你。哎呀，我这刚喝完，你这又起来了。那你到底敬胡老师敬我的？你也是敬我的？你不是来敬人事经理的？你们几个别再喝了啊！没事，老吴，真的没事。老吴，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啊，吴阿姨没事。嗯，你代驾呢？代驾，我喝酒了。哦，我趁你说了，我也不行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先走。好，拜拜。慢，明天见。吴阿姨，我也想走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大外甥来了，真好。大外甥，啊，
我的外甥，周月文。巧合，巧合。就是我室友小江。嗯。那帅吧？他喝多了，你送他回去吧。那嗯，你呢？我自己打车。帮我去，我一个人搞不定。我走走走，一起。你什么时候酒量这么好的？职场社畜的必备技能，练出来的。我知道你排除了小姨出这儿，但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别为难我小姨，可以来找我。为难？你就是这么看我的？不是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这个阅读理解怎么还这么烂？我的原因是你用词不当。你知道我用词不当，还跟我较这个真？放心吧。我跟你小姨还算是沟通顺畅，至少不需要你出面替她解决问题。我们还是少见吧。吴阿姨，刚来吗？啊，是，不好意思。吴阿姨，迟到三次要扣20%的工资啊。啊，知道了。小江，怎么叫我呀？闹钟没响。我脾气那么臭，怕熏到你。江工，有空吗？嗯。我有个活儿，有个客户召集量房，但是我现在太忙了，走不开。你能不能替我去一次？没问题。这个是业主家的大门钥匙，开我车去。感谢啊。员工，你忘带什么东西了吧？什么呀？我呀，我酒醒了，清醒得很。昨天给你布置的功课做了吗？你放心，我今天肯定抽空做完。这凉房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啊，我怎么能错过呢？你会开车吗？不会。你不会开车，
为什么要买车呀？我已经在驾校报了名了，总有一天会开的。你是我见过最自信的人。目前没人看好我做的事情，我要再不给自己点自信，就真走不下去了。真羡慕你们，在最好的年纪，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做的事儿是自己喜欢的？别人我不知道，至少你是这样。你看，你跟别人聊起设计的时候，眼睛都放着光呢。吴阿姨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之所以从北京调到这里，是因为挡了别人的财路。这种事情分公司领导当然清楚，虽说我是个主案，但是根本分不到一个项目，所以你做我的实习生其实干不了什么活，还不如另谋高就。为什么要等公司给你活呢？我们可以自己去找啊。等我们找来了项目，公司他能放弃赚钱的机会不让我们做吗？找项目又不是捡树叶儿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哇，江工你太厉害了，你随随便便的看一下就能画出户型图来。这是一个设计师的必备技能，而且我也并不是随便看看。江工，我来帮你记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哎，这样方便也快，你给我报数就行。好，谢谢啊。长是3554，宽是4554。今天辛苦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回公司把车还了。那我等你回来。我回来的晚，你不用等我。胡工呢？他女儿的学校有事儿，出去了。哦，这是量房的数据，还有这辆车钥匙，记得给他。嗯，别忘了。左下角签字。可以了，还有什么要办理的吗？请您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。一般。请 A304号顾客到8号窗口办理业务。请问要办什么业务吗？你好。请问办理什么业务？挂失。
你卡丢了？那倒没有，卡好着呢。但是闺蜜快没了。不是你在北京这些年都学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笑笑，今天晚上要不要跟我一块去吃烤肉啊？我知道有一家昨天美食博主推荐的烤肉店，他们特别好吃。不用了，我今天晚上约人了。你来看，就这个美食博主强烈推荐，鲜嫩多汁，口感饱满，声音还跟你有点像啊。就时代广场旁边那家烤肉，特别好吃，感觉。嗨。你不要别人推荐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你搞不好还踩雷呢。我跟这个博主吃过好几回了，特别靠谱，从来没踩过雷。是吗？哦，那我先忙了啊。记得关注啊。一个人搬的家？不，那小文呢？小文那臭小子呢？我都没告诉他，他也做生意呢，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，你别逼他往我这跑啊。我还是不放心你。不是，你说你也多大岁数人了，你闹什么离婚呢？你在这儿还一个人搬回苏州去。哎，我说你何苦啊？我就是不愿意再伺候别人了。等冷静期一过呀，我就跟他把婚离了，把杨明这个名字从我的人生中彻底划掉。不是，你要是真的不愿意跟那老混蛋过，你到澳洲来，你来找我，我照顾你。不是，你要是嫌澳洲远的话，你跟小文住一块儿，你租什么房子你？哦，对了，还有车子的事儿，我得问你啊，连车都不会开，为什么要买啊？瞎折腾吧，你有点儿。姐，我跟杨明过了大半辈子了，连买个菜我都要给他报备。因为不会开车吧，每次出门都得看他的时间。我呀，想换个活法了，自己租房子，买车，学车，找份工作，我看看我到底能走多远。我的天哪，现在年轻人找个工作都困难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你上哪儿找工作去啊？去给人家洗碗啊，做保洁啊。我天哪，我要想到这个，你干这个，我心里特难受，你知道吧？哎呦，哎呀，姐，别，你放心，我肯定能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啊，我跟你发誓。那行，那答应我，一个月。一个月，你要是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行。如果找不到，我们必须面对现实。珊珊，最近睡眠好吗？好久没跟你说话，看到你签名里写着正能量的话，越活泼越难过吧，越洒脱越放不下，成人后情绪总反着表达，几杯荒唐以后你说，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，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，街角的旧楼推倒了，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，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，想着怎么样子也模糊了，当初多特别的一个平凡的，丢进人海里匆匆的，也许没那么复杂。走着，如果觉得累就停吧，忙着，迷失了就安静一下，繁华的大厦不会
他，每一个人三餐一宿都会有个家，爱着爱着总有人教我们长大，想着想着快乐总大过悲伤啊，将幸福的花晚点开，爱中的人前辈中学会